还在亏呀、亏亏亏，你也会了，抬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大声的喊出8.6，8.6，哎，别，还吃还吃，我没有吃，我在，我在设定，在准备要吃，哦，没看到，啊，好饿哦。我也好饿哦，为什么很饿？等一下棺材前最后一场，然后 就点外卖。Oh my god！ 哇塞，可以可以。我们还要等人，有人去买茶蛋呢。哦，谁啊？蛮明显的。谁啊？谁啊？买茶叶蛋不分享？茶叶蛋不是就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。哦。哪一个？狂对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他啦，啊、不是吗？是小 M 呐、啊，小 M 啦，小 M 才是茶叶蛋。太弱啦，还有更厉害的茶叶蛋王啊！我以为是这个。哎、啊、呀，讲到茶叶蛋，是因为自己好像发生过类似。他不是会狂吃茶叶蛋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完了，我觉得他需要再一通电话了。完了。你茶蛋买好了没？睡着了吗？对啊，买快一点吗？那个茶叶蛋刚放下去煮啊，等一下。嗯，让店员结账快一点。他的蛋还在孵啊，那个蛋没孵出来。哦，要给他孵出来，还要母鸡生一个蛋。他那时候跟他讲说，那时候买赶快买口罩还来得及。我先涂一下药。涂。哎、欸，对你讲话其实比较好一点，好很多，好多了。我就觉得我刚才是被骗了，我是大傻。你有去看医生吗？有。哦，变成大舌头呕吐怪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要自己 Q 啦。嘎吉够。啊啊！你们不是就喜欢讲这听这些话？哪有？哪有？哎，没有。哪有？哎，没有。你们哪没有？每个观众都说。哇，你好会写哦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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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他现在选择不接电话了，怎么办 啊？完了，完了，这个茶叶蛋不好买，完蛋了。进口的茶叶蛋，北极进口，北极。也许不是这样，说不定他买茶叶蛋碰到人家在抢劫啊，然后他就被蹲在角落啊，然后就把你的茶叶蛋交出来。我最喜欢抢茶叶蛋了，我最喜欢就是这家的茶叶蛋了，你就把它买走。我是看到茶叶蛋。就是他买完走出去的时候，你在拍他肩膀。你刚刚是不是买了茶叶蛋？你知道那颗是我要买的吗？你知道那颗撸很久了，我已经看很久了吗？你现在把那颗拿走，剩下的白白的，我要怎么吃？而且它有裂缝哦，那个卤的很入味哦。你就这样拿走，大问号。我真的是傻眼。然后就会说：“来，交给我，把茶叶蛋给我。”不，我不愿意，快点给我。茶叶蛋强悍，先玩看看，看他等下会不会出来。啊、可以哦，有可能又在梦中买茶叶蛋了，太狠吧！八人少一个狼。我们今天第一场终于让警长独自做事了，好不好？每次警长都跟抖音在一起，他就很难过。哦，就是没有抖 M 的警长。对，今天就是警长最大，哦、警长出来了、哦。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给警长多说一点话，看我们觉得警长他盘的人对不对，或者是直接票了警长。好，重点针对警长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因为有人还在梦中买茶叶蛋，八个人就两个狼看看。各职业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猎人、预言家、女巫、忍者、大祭司、人鱼。嗯、OK， 好，那就让我们雪地，雪地，时间设定好，走起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是我是警长、欸。听我说话，你说，是抖 M， 你要说什么、啊？你想说什么啊？可以把警长票出去吗？贴好啊，好贴好。警长，好，请问可以把你票出去吗？第二天可以啊，有怪怪的，第一天不行，
酱油怎么挑战警长的权威，但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。我们这些小市民也可以说话啊。好，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对啊，小市民也想说话。阿弟在那边采蜂蜜，我觉得他可以。好，警长，我觉得他怪怪的。票他，票他，连蜂蜜都不放过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在那边欺负蜜蜂？这个蜂蜜闻到怪怪的味道。你才怪怪，臭掉的，我天啊！我不管了，警长，警长，你为什么要越来越靠过来？你走开！警长，我觉得一定要票他了。票他，票他。晚上喽，狼狼要出来喽。的人，的人，的，那技术是你啊！票他，完了。不然你怎么忽然间不再采蜜？蜂蜜了，因为我觉得你怪怪的，我听到脚步声，这可会跑掉了。哪有什么脚步声？噔噔噔噔噔，狼步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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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蜜蜂在很高，我很高。大家是全部都站在那个地方啊？大家都站高高啊？大家都在那边啊？啊，今晚哪里？哦、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小雨。小雨有看到我吗？哎、欸，旁边有人。咦、欸，哦，小雨，你可以看到我？有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。啊、那个是谁？哇，这个这个反应光又很慢哦，没有人杀哦。警长，你觉得是谁啊，迪叔？我不知道。可是警长，你晚上都特别安静呢、欸？你怎么那么安静啊？我就躲在小角落啊，而且我躲在哪里？发光哎，我躲在这里，一直看着繁星，一直跳跳跳。哦，你在那里、哦？还是你一直在追着、哦？你太远了吧？那是你哦、喔。为什么要是你的 Bobo？ 是 Bobo 吧？就是 Bobo， 就是他了。为什么 Bobo 怎么了？他刚刚看到一个狼在里面杀我，然后躲在角落，然后晚上他躲到那个房子里面。白天只有他从里面出来。飘波波，飘波波，波在哪？波波在哪？波波在哪？往中间，往中间了，往中间。波在哪？波波中间是波。你看他已读不回，他完全没讲话哎，不讲话。就是他，波波在哪？我没看到，没有白痴哦，白痴。很好，很好。哦，看到了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你不是？你要小心他，小心他。波波死了，波波死了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救命啊！还有，你刚那在打他们的那一坨，有一个是狼哦。救命啊！所以感觉应该只剩一狼了，他在中间下面。Help me！ 哇，酱油死了。哎、欸，他很大哎、欸，他很大，他很大，很大啦，他很大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个人命就很恐怖了呢。好呀好呀，不是。还是你是说杀酱油一个就杀很大了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朋友，冰友，冰友，嘿，冰友救一下，冰友，冰友，我扎了，我扎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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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瓦鲁多，那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他不见了，啊他啊，他在那个关东煮店后面。哦哦，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在那附近啊？我觉得团团也好，我刚刚最后看到团团是谁呀、啊？我一直想要找人来玩呢、欸。那我在上面哦，我可以帮小雨，小雨可以帮我。所以 我没有保你啊，我没有看到你啊。第一天，第一天。哦，那第一天啊，第二天那边有狼。我啊，好好好。所以我说那个人躲去哪了？你可以我不知道，还是繁星？因为刚刚都给我个信号。给我个信号，我觉得是繁星啊，繁星在哪里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跟哈基跟迪叔我们都在，全部这样点完就只剩繁星啊，繁星在哪？找我啊，找我啊，好像是繁星哦，来找我啊，只有那边有个繁星哦，听起来好像很无力的感觉，很累，在哪儿？我觉得站出来，马上让你不累，害怕极了，问号，害怕。还是吧，你对你的队友感到很绝望。你看啊、哦，有诈欺师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我好像把诈欺师砍了，然后你们把那个我的同伴给票了。啊，你们都站高高，我不知道怎么玩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哦，一二三四五是白星，你刀五个了是白星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在中间啊，来啦，快点啊，不想玩了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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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面交，他说不想玩的，然后面交过来，交一个小朋友，一交一个小朋友。咿呀咿呀哟！爆砖木纹，哇，有了，穿衣服的。快点，我在这，我是扎奇斯。瞬间拿起斧头。那所以这样有人扎奇斯哦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想说你是好人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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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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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丢出一首新的歌。好。什么啦？在这里，什么啦？他拿着，打他！警察被打下去啊！被打下去了！哦哟！我还好，我会唱歌啊！献给你的歌，献给我的歌，你很坏，You're so bad！ 哎呦！我刚刚还想说繁星是好人，我让他看到我是大祭司，等下狼人就骗不了了，结果他自己是狼。哈哈哈！大金，你怎么刚好看到了？当然啦，看到你了。就像我一样，帮我这个双手举起来召唤小 N， 小 N，、oh, 小 N， 小 N。这里有茶叶蛋哦，小 N， 这里有茶叶蛋，我用个茶叶蛋。我没有茶叶蛋， Hi, 茶叶蛋，嗨，茶叶蛋，小 N， 嗨。你是不是还在扛？有一点召唤小 A 哦，我可以连了。我刚想说在你们点 ，bang，bang，bang， 出现啦，出现啦，有召唤小 A 成功，召唤成功啦，召唤成功，给你拆弹，拆弹，你们真好，这也是很像啊，OK， 哎靠。我这样之后要开始收版权了，那首歌气死了，欧数之歌。对，来哦，那现在加入小 N、yeah. 盲人三个人哦。好，好，小 N 各职业都有，猎人、预言家、女巫、忍者、大骑士、人鱼都有。好哦，那重点是有警长，独一无二的警长。每天我们要多听警长说话。好哦，好。那就让我们走起，万年好人，万年好人，票宝宝，票我啊，就票我，就在这里票我，我是警长，好，第二天再票你，第二天再票你，票我啊，我也没有把爆名连哦，你不要凑过来哦，我给你三把，我给你三把，来，我给你三把，我觉得好不舒服，要提高是不是？要提高是不是？他想要把他那一根给我，我就不舒服哦，哎，生气的，我就可以告他，牙签的，这个怎么跳啊？我每次都看不懂。老实说，我也不太会走，每次随便跳。然后就跳上去了，太强了吧？后面有可以蛮容易走上去的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后面，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哦，你说这里吗？很后面，后面。哦，好像知道大概是哪边了。啊，哎呦，死掉就是他，晚上喽。我死掉就是他了。哦。我死掉就是团团，好啦，啊，我死掉就是你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死掉嘞，那就不知道，就我，小黑在蜘蛛网里，我觉得他怪怪的，蜘蛛网，我靠，这被蜘蛛网粘到而已吧，对啊，我只是被粘到而已，哇，小黑你看我多好，我帮你卡到蜘蛛网里，视野好好，你会追吗？等一下，我定了，我定了。为什么两个都不动了？为什么两个都不动了？为什么两个都不动了？我觉得怪怪的。你太早用了，小爱，你干嘛那么早用这个技能？我还在那个嘛。你可以查，你有查了吗？有。你这样子把我的身份暴露出来了。你这个真的没事，我已经看到那个团团是狼啊，团团，他在上面，他想你查我，没有，我刚查迪叔，迪叔不是，他死了，哇，你查谁死了？波波，波波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是忍者，波波或是酱油其中有一个很奇怪，
我很正常呀。刚这边你知道打蠢蠢吗？可是你不是，我们先找蠢蠢啊。这样你什么？啊，我之后可以给那个啊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加宴啊。哇，哦，你躲起来了！哎，欸，可是有三个狼哎，欸。对啊，有三只哎，欸。三只。所以预言家还活着吗？人种那么多，想要赢谁？我不能说身份的好人。繁星哪？你不是转身哪？啊，我不知道在哪。你跑掉了，繁星。他跑掉了。你在哪里？啊，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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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找他，快找他！哎呀，阿布，阿布，哎呦！宝宝，你干嘛？宝宝是宝宝是宝宝是宝宝。对不起，我用错地了。对不起，我用错技能了。是天亮才可以说查到是谁？完，我们现在晚上也可以说。啊，传说是狼人。哈哈哈哈哈！那那个。哎，等一下，看你要是你跟我玩狼狼哦，哇，哈。怎么会？我们刚刚有狼高狼到哦。哎呀，狼人有三个啊，但是现在剩下三个人，我们刚刚都没有飘到人。不是，你冷静，冷静，你冷静，冷静。这是什么局面啦？等一下啦。怎样？白天剩下三人都会发光了。哎，等下，结束跟你们讲很多好笑的事情。讲礼物，讲礼物吧。碎碎碎碎碎碎！天哪，还有两只！然后你必须跑，必须跑啊！被打到了！哇，这样如果你刚刚读到是团团，就有机会了。感谢新会员的信。为什么刚好是他呀？哎呀，刚刚好就是他。刚刚是男可爱的图片，你简直不是人。哎，我不是啊。他是狼，他狼的，不是狼。你简直不是好狼。小孩子是团团，简直是喜羊羊里面的灰太狼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在那个四乡那座山怎么爬？哦，有人在爬山呢。所以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。然后波波要追过来，我原本要定身，就不小心用到传人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所以我砍到的是谁啊？砍两个，我两个都被砍死。不是繁星，要讲太白痴啊！你们怎么了？哦，啊，给繁星讲啊，还会讲，就是你们说要追团团嘛，我就追他后面，我就没有动，都没有动哦。他回头飘了我一刀，我就原地不动，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然后我们两个互笑。然后后来繁星把镰刀给我，我就给他说：“快打我！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在哪里。”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窝在一起。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说在哪里啊？找到了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好坏喔，你们这两个狼，好白痴喔。哎呦，我就想说，刚我在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说我跟团团谁死就是对方嘛。然后第三个波波也在附近，我们一到路的时候，两个人瞬间看同一个地方，不太对，快快的，全都在你那啦，哈基，你要赶快唱歌，你要让我唱啊。还是有，他有唱到，有他有唱到，他有唱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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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我把你刀了？继续来啦！哎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完了，他进，哈基，完了，他私人恩怨，他进也要用命来还一下。他进什么职业？二选一吗？还是就你？我跟你说，我是重要职业，我也很重要啦，我也是超重要的，女巫哎，重要，可以，你们哈团自己解决，我们赶快先跑了。我是可以看出身份的，哎，哈团自己解决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燕过来，小燕过来，干嘛？怎么样？我突然想到，他的职业好像更重要，哎，他可以直接弄死狼，哎，白痴。不是你这样，你也会死啦，白痴！哈哈哈哈哈！他查殉情，查殉情，一起殉情，不是啦！我跟你一起走，我原本要你活的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让你活哎！我刚刚丢他的，你刚刚往右边。哇哇！哎呦，我是要丢他。
他的。两人就一起走了，这样子我们好人怎么获胜？你们自己加油！你们就这样走了，这两个人，两个好人啊！天哪！哦，这个人怕太晚了。不要，不要，你快跑！有有有，我是那个，我跑得掉，我跑得掉。我问那个，哪一个你又跑得掉了？我问那个。好啦好啦，你个切加拉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小恩，你后面有狼，你快走！小恩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要救我的跑酷给老师。对了，你跑就对了。我来救你。是谁住在上海的 Auto 屋里？不要不要！可以可以。不要不要！天哪！你的愿望，还有我要票迪叔，我要票迪叔，我救你耶！警长是波波，救你！波波，你觉得如何？对，迪叔就是狼，迪叔就是狼，迪叔就差，这是狼。我救人鱼哟！有，我觉得警长在干的，他竟然要想要把我们的大美人鱼给弄走。对啊，天，这是谁啊？谁？是谁？你刚刚的有点断麦，我觉得你之后可以再唱一次。小 M， 你是什么职业？小 M， 嘿，你什么职业？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，我不能说。我是警长，警长，我给两票哦。那你要跟我讲的。我是平民，你可以反击，直接揍他那个警长。没有平民，你觉得不舒服？哇塞！啊！那警长直接把他当了、啊，是暴民警长。没有这个，迪叔救我，迪叔救我，很认真，我很认真。我要再唱一次吗？对，我席瑞尔斯，席瑞尔斯。你在哪、啊？到底在攻打？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啊！我在这，我要死了，我被三个人跑啊！把我。什么、啊？他好奇怪哦，超怪的啦！我是笑一个，我是总你是笑一个，你不会是成为下一个的，迪叔我来保护你哦，迪叔快跑！笨的，喂，我们可以再听一次呕吐。后面，后面。那个做事啊，那个谁怎么跑另外一边啊？哎，很可怕哎！刚刚有只狼人过桥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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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迪叔一票，迪叔一票，迪叔你是警长，迪叔一票，警长很强，我们可以活下来的。迪叔快跑，迪叔快跑，迪叔已经不见了。迪叔，我们保护你，我们保护你。哎呀，在哪？你不要紧张。反应快跑，反应怎么有一票了？他摸我屁股！你操！你怎么走？我建议快走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。别跑！别跑！打我！太惨了！你一个被霸凌嘞！我就是很病。小 M， 我对不起你啊！打屁股！没关系。彪彪，你超强的。因为你打的那个刚好是炸气，是哇！我那时候我们哎呦，小黑会不会是我们的队友去帮他？哎，炸气师，很重要的职业，选一技能选到炸气师，警长啊，在这边雷啊，有这运气，你都还保护你啊？你们没有开场送两个神职啊，很爽，真的开场送两个，故意的，我刚才回去，三二一。走起！不要再浪费了，不要浪费了。哎哎，还是很想叫他。Hello， 长，波大力就来，波大力就来，波大力就来。我可是台，我可是台南阿妹，台南阿妹，台南阿妹，中油麻的。你这样，你这样很侮辱人哦。好讲话，好难。啊！哎呦，你好胖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是这样爬哦。
哦，那个你要跳梯条也是很方便。哦，你要跳梯条这样爬啊、哦？不是哦，我忘了、欸。哈，你忘了？你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要一起杀我？你们在做梦？没有，我真的没跳过啊！你干嘛？阿基迪叔，我四个人在一起，我不要啊！拜托，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四个很可疑，很可疑，很可疑。我们是，尤其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超近，我已经远离了。我死掉了，迪叔，不要不要这样。走开！哦，上来了耶！哈团迪，哈团迪，我死了！哈团迪怎么像一个笛子的东西啊？哈团，很像哈团叔。哈团叔好像是饼干哦。对，下面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坏人，下面有一块人。哦呦，我看到你是笛子用一下定。哈，笛叔不动了，等下。小雨可以，小雨是好人，小雨是好人。我是屋顶跳跳的，我是屋顶。笛叔团团都不动了。他们赚了两个，赚上。笛叔被团团包死了。好坏啊！天哪！哦，这谁啊？这谁啊？这谁啊？我来救你！我来救你！没事，我有那个。我有一个提达德波，你挡不住我的。你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哥，打架打架打架，龙打架，啊，不是很厉害啊啊！小心哦，时间没了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已经盾好了，我盾好了，很会盾呢。头团团，摸摸头团团。我是哪？我被猎人拉过来了。在那里。好好好。是我下面这是谁？团团你在哪？团团你在哪？在哪？没有，他跑走了。你在哪团？哎。然后匠是好人，匠是猎人，他刚拉我。啊。嗯，这样算来算去剩小 M 啦。我是台南阿妹。台南阿妹。哎、小雨是什么？哎、小雨被票了、欸。他被哎、欸欸、他怎么被票一票？他被又被团团偷打是不是？对，他被他偷打我。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小雨，你这沉默，我一阵沉默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在寿喜烧店。啊，寿喜烧店，寿喜烧店，这游戏有寿喜烧。有啊，这边有票他，票他，票他，那是团团票哦。不是我，那是我啦，那是我。好好，我要先一一。哇，小 A， 哇，可恶！啊，小 A， 你怎么每次都 PK 我？我有一个巨大的波，我有一个巨大的波，我是波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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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两个臭狼，他前面已经把他给刀了。打这两个狼，那个哥无敌就一段时间，他无敌没了他就死定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强。刀他，追他，砍他。台南阿妹，有没有救一下台南阿妹？怕死了吧？报应来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可能没有人要救台南阿妹。哎呀，这像是谁？好像巧克力也怪怪。不是，我直接说出团团、欸，我还在门口，而且我团团刚刚追我啊，他挡不了我啊。我们二塔三的团团是警长，警长为什么又是警长？他怪怪的，他怎么没见到警长呢？你又还活着吗？好好我有一个巨大的波，死人闭嘴！阿基怎么办？阿基我们怎么办？不能找他，在哪里？我没看到他，不知道在哪。嗯，他躲起来了。看我不行，我觉得白天的话，我先躲了。过一半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没了，找不到，白上半天没看到就完了。完了。啊？我躲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，正在默默的看着你们呢。那屁股翘高。哎，那个是哪个地方？那个，这个出海口。出海口。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我反心，我信你，反心，我信你。你不要信我，我不能信。我到底可以信谁？王北北出事了，王北北。我是大骑士。哎，不是，是两个啊，两个，快跑！三郎跟一个诈欺师嘛，哈基跟小雨都很坏的感觉啊。哇，西猴啦，你才坏啦，当然是好了。哎，小雨，你刚刚干嘛不直接骗我哈基？我想说你跟他在大马路上跑啊，
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啊。我不是啊，他不是吧？而且刚刚我遇到他，我遇到小 N。哈，那个啦，酱油。你就是了啦，酱油，你是你们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完了。刚刚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，他就跟你在大马路啊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在想说奇怪了，现在只有狼敢在外面，你们两个怎么都在？啊，我是女巫啊。啊，嗯。Hello， 来吧，来吧，我在习惯这里，我在习惯这里。翁来啊，翁来啊，翁来，翁来啊，翁来，翁来，不要，不可以，还一个，还一个，不见了。来了来了，往北北票人了，往北北票人，他来了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不是他票了，他跟我，他差你，我把你打走，我把你打走，等一下，所以你们两个是伙伴哦，等一下，我是真的啊，有三狼啊，三个狼，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。哦，所以小 N 是哦，因为我把小 N 加货走的啊，又是了，哦，还又是，不是啊，那三狼一好人不是应该结束了吗？还是没有这个设定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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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都要砍完才有，对啊，所以才是爆米啊，所以就是我想说，好人只剩两个，坏人还有三个，然后小野还敢在外面开心的跑，那我就走团团啊！他就在你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，我知道他在旁边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狼。没有，你知道？我想说这两个好可怕啊！你知道刚刚为什么会很犹豫吗？因为刚刚我不小心太快挥到小燕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小燕是那个炸鸡师，我以为他是狼人。嗯，哦，然后小 A 那时候看的我也是呆掉，然后你就想说完了，我是狼人，狼图狼图啊，好强哦，啊，没死掉了，可怕，太点问，经常可以休息了，经常可以休息了，再见了，哎，可以玩到两场，可以，好开心，再见了，警长，再见了，警长，别啊，四场狼啊，好累啊，哎，对你全部都狼哎，好扯。你看他们都很坏，开场都在装傻。你知道我们是真的，我是真的不会跳那个啦。我真的不会跳啊，我也不会。啊，我们接下来要玩的叫做成双成对。每个耶，等下忍者多一个，每个职业各两个，二四六。配三个狼，好，猎人、预言家、女巫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场可以换一个，就是比方说这个下一场可能换猎人没有，然后是两个忍者之类的。好啊，好啊，每个职业都有两个，但是在那之中，有人可能不喜欢彼此，哦，臭 CP， 臭 CP。你看，这如果是两个，有没有两个女巫 CP， 其实就很强。两个月家，你们猎人也还不错，就看你有没有办法选到自己的好骂级。好啊，好啊。那记得 CP 要前三十秒要赶快选哦，你不选就是自动选择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们美术馆哦，可以去看，对，看美好的世界。我刚已经有看到有人手上拿着 CP 之书，请要好好的隐藏。还有开场有隐形，有点羞愧哦。那边是谁？哎，叫你，我选择迪叔，迪叔是狼，迪叔你是狼？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预言家。那不然是谁？包包是狼，包包是狼，没关系。CP 我有两个预言家。有两个预言家，哎，对，预言家有两个，你们不要这边互说。我才对，我不是，我不是预言家，我死掉就是迪叔。好，吹风机，还有繁星，我看到繁星在旁边，迪叔和繁星，繁星都很爱弄我。你要不要死？你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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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？你要不要死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上面都没看到波波，波波最可以。好可怕哦！记他近在哪？这是什么？你好哦！哎哎哎！我这边要救人哦！出事的说话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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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错了。等下你先在我。好啊好啊。哦，你干嘛？我还一二三哦，哦，碎碎碎碎碎碎。哎呦，救命！这个有一哦，不是不是，那个是逃跑。双猎人其实真的帮助很大，二十秒就过了。嗯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？三楼小心，三楼小心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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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准备一，我先。我去角落，我去角落，我去角落。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们这天到底在干嘛？哎哎，你很烂嘞！你很烂嘞！你们两个，你很烂呢、欸，天冷，你毁了我跟繁星的计划。两个 CP 在干嘛？我好绝望。什么？刚刚那个 CP 发生什么事？没啊 ，CP 就是一个人死了，另一个也会连带死。他们刚刚为什么要说走我们去角落？啊、哦！小 A 给我，哎、欸欸，不对，小 A、欸、不对，小 A 死了，你死了，我也死了，你干嘛？哎呦！哎、欸，那谁是狼啦？你是被谁拉走？我没看到人呐、啊，没看到、啊。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，你都没看到你。酱油，你什么职业？被我拉走。啊，有酱油。不是啦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想看一下人类伙伴是谁啊，然后我就拉了。哦，繁星被你弄死。那个嘛，就这样子被弄死了。哦，那我来陪他，快逃！快上来，快上来。啊不，来不及。没事没事，有我跟D叔，有我跟D叔在。有是。不要怕，你不要怕。救命啊！小雨不要害怕。救命啊！没了啦。哈气哟！跟D叔打到球啊！不是，我要讲一下，刚刚是团团叫我先无敌，再换他无敌。我现在换他无敌的时候，他被拉走，我就死了。然后刀的还是我自己，我把你吃了。亲手刀了自己的伴侣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忘记了。然后我们三狼一起在围着他们两个人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我也很蠢哎、欸。我们互相砍到彼此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刚刚短短就想啊，我多表那个我们两个是女巫嘛。无敌药水也够啊，然后我先丢，然后准备换他丢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欧总死了，然后看一下他不见了，拉走了。哎、欸欸，可是这么多人，我也刚好拉到死。啊，就你最雷，啊，就你最雷，啊，就你最雷，真的是刚好。而且你知道，你拉到团团，我还以为团团就被刀死了。你要想啊，刚好他也被砍下去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亲手刀你的是谁？阿金，你阿金，那首先你也可以把我们两个都刀了。不是我，因为你忘了，我忘记了，杀红了眼呢、啊。对吧？但是他追我追好久啊。哇，那个其实人类应该还蛮强的。对啊，真的。坏哈，哦，酱油啦，预言家换掉。好。好，预言家换两个忍者，可以。好，你看还是有两列两女巫，其实还是很强。好哦，那就走起。哦，我在那边凑 CP，CP， 也是凑 CP。而且刚刚是因为巧克力跟哈基太近了，来不及选，三十秒快到了。哦，你那个 H 在那边，就在第一页哦。他现在第三行，你在第四行哦。哦，所以小雨是在第二页。你哦，哦你哦，我没看到小雨。小雨，我不知道。在第二页，第二页。哦呢。哦，团团，你不要再来了，我有阴影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很好奇，这里怎么走？这里我也没走过哈。他又没走过。走了，我的天！你又没走过。我真的没走过这里呀、啊。要用刀的方式。没有。他俩遇见过。没有。我可以这样子。你不要再一直跟着我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星巴克可以洗钱。哎、欸，你想干嘛、啊？第一天不行哦。哎、
哎，雨田门票哦，我比武斧的够周暖暖。好，哎哎，我看到了，好，上面变装了，变装变装只有练，这边只有一个，亮哥了，亮哥了，亮哥了。第一个练兵过，第二个练人可以进哦。欧尼尔，欧尼尔，欧尼尔，对，哇！酱油死了，酱油死了！对对对，去走道，迪叔在走道，对对对对对，上去夹他，上去夹他，太粗了，迪叔快跑，来我这，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，迪叔跳！哎，好逼逼！我完全相信迪叔是被选的那一方。迪叔，我这个给你听吧。死人请安静。我是反团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是巧克力啊。来啊来啊，来面交啊，面交，面交爆米点。哎呦，安心，你还有看到谁？就没看到啦。嗯哼，楼上是谁？楼上是谁？他既是好人啊，他既是好人。嗯，所以排一排是小 N 嘛，对不对？小 N 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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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N 在哪？小 N， 小 N， 我看到你喽！我看到你了，还跳下去，还跳下去了！啊，我丢，太早丢了。什么？啊、你可以丢，你可以丢！睡睡睡睡！我们你洗澡。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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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他去扫了，他去扫了。好，那小雨跟他那个，除非他要想演，没有啦，可没有啊。可是对啊，刚三个应该没有吧？你们小心，晚上了。我比较怕后面这几个。他出来了，他手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死人安静。对不对？跑飞机！来，快跑，快跑！来！不要啊！你怎么找到这里了？来！什么猎人？来！数了！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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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你不是没看到我？你不是没看到我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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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还有时间到啊啊！不够，完蛋了！啊啊啊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来电梯这里，快点！啊，满心淹死了，满心！快点，他要去电梯了，快点！电梯啊，这里这里就看到好，对啊啊！你不要跑，哈基呀！好，有了！耶！哈哈哈！我不该站太出去的。我想说多帮繁星诱引一下狼人，然后真的诱引过来，我就逃不掉了。灭除了。刚来砍我的是小雨哦、喔，是我。我发光还没用啊。我刚才蹲在角落，还想说你没看到我。没有，我想说你一定还在里面。我用发光看看在哪。哦天哪！太可惜。哎呀。你拉倒！还是像这么相信你的跑酷，但是、啊、你们的 CP 是包包发起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这个无奈的感觉，是的，哎，是的，我相信你的跑酷可以的，结果，嗯，哎，那接下来，哎呦，我们可以把忍者变成诈欺师。哎呦，好玩！哎呦，猎人跟女巫毕竟是好人方的强势的角色，目前好人都输，就让他们持续赢哦。好，这样子狼应该很混乱哦。你们会看到五匹狼，对啊，那么多狼，那就走起 ，Go Go！ 哎呦，大好人。
各位观众，五只狼有没有？五只狼，五只狼，我要躲在好狼人五只，狼人五只，狼人五只，老虎五只吗？对啊，狼人五只。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小燕、欸，我死了就小燕。我秘密的房间，秘密、欸、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小燕、欸，小燕一直当狼会不会很无聊、啊？我不是狼，我不是狼，真的。你刚刚的反应超狼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哪有？哪有？会后悔的。哪有？加油！李叔是不是？李叔抢票了，李叔抢票了。你是不是又是那个什么重要职业吗？对，我是重要，我很重要在场。这是我。啊！李叔，干嘛？你是不是想杀我？因为我刚害你死，对不对？对。李叔快跑！我觉得他的语气就是想刀你。炸我路豆！炸我路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我是一秒秒。我、哦、靠背啊！呀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我哎、欸，你们是谁啦？皮皮臭皮皮，好笑！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个傻眼，我也傻眼呢、欸。加油！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一定要讲，我等一下要讲。哦，真的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讲，我真的是气死。哦，气死，气死，我想说，哦哟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安联刀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是比较喜欢我刚刚夹吗？我刚刚是被拉过去挡刀哎、欸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是狼，我就穿好装，然后。酱油站在一个角落，我就站在他前面，想说谁来我就帮忙打谁。结果他被传走了，我想说、啊、我怎么突然死掉了？一转头我的伙伴不见了，我的弟弟呢？他刚刚还在的，他弟弟突然间就消失了，我傻眼了。哎，谁传我的啦？我，他弟，而且波波是炸鸡，是他杀了我，就把他传过来了。不是，我也在你后面，我看到波波是炸鸡，我们两个在旁边蹲了，而、啊、且我被后面抓过来了。啊，我后面其实在偷看你们啊，对，是惨，我傻眼，我傻眼。那个女巫的药水啊，白天是灭狼的，啊，晚上是无敌跟隐形，你自己好吗？我知道啊，那你怎么丢狼？啊、你丢到我身上干嘛？你在水缸，我走出来，然后小恩就很开开心的跑向我这边，然后丢两瓶药水，然后就跑。我想说，真的，我刚刚有丢到你身上，有、啊你自己跑过来丢，我想丢到自己身上哎、欸。我以为后面都是好人，就你是坏人。我想说，耶，丢了我就可以跑掉了。我就追过去刀他，然后看他去跳下去。我想说，我明明就丢在地上，再把他给刀了，直接三连刀。小雨被害死，真的，小雨被害死了。我很难过，我想说，我怎么找到酱油了？我要保护他，然后我就被传走了。那我们两个把他们都刀了。哎呀，好难玩哦！谁传的哦？谁传的啊？太蠢了吧！你好有意思说，你刚刚也是啊。猎人在乱做事，猎人没了，猎人没了，哇，半全两个。猎人还回了。人跟那个唱歌也都可以很干扰狼人。好。然后有两个人唱歌哎。双重奏啊。那个白天的时候，那一开始看到五个伙伴，真的是很混乱。真的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我又反过来 Tape 看哪另外四个是可以刀的，先砍他们，先去刀他们再说。就可能直接两个都砍了。来喽来喽，好，走起。所以我们可以晚上可以听两首歌了。耶耶，不是什么很好的那个呢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怎样？你为什么害怕？你每次都讲反话，你是不是想刀人？没有，我哪有？我知道，小黑，你是不是狼？我是那个最不想要的职业。小黑今天好像都蛮好的。对啊，
是不是？换你好人。你的那是不是都让我觉得很奇怪？下来，要玩棒啊！谁靠过来？我等下弄爆他！爆！哦，安静哦，大家都准备在唱歌是不是？对啊，先欣赏，先欣赏，开场，开场。怎样？有人要唱的吗？想唱。唱啊！来，我唱喽。起来就好了。我唱了不要。我觉得你们比较安全哎、欸！天哪！哎呦，刺激刺激呢！哦，后边有人来咯！Lady Go，Lady Go，Lady Go！ 啊！你是怎样？对呀，我以为自己要去，怎么这里这么危险呢、啊？那边那么恐怖啊！那边是怎样啊？完了啦！完了啦！CP04 那你是怎样？我以为那边很安全的、欸、我也是这么以为，结果就你们 CP 死了，吓死人了、哦！这很恐怖哎、欸！然后那边四个人，结果突然给我穿衣服，直接全没。哎呦！哎呦！在哪里？他进呢？在你心里。我要刀他。我要票他，我不管，我要票他。在哪里？我要票这个在哪里啊？是他吗？加油，你是什么？对啊，加油你是什么？我哎、欸，我讲出来，他们不就知道我是什么了吗？你讲一下。他的意思就是那个、啊。他。那就是你的加油，你过来，叫你过来。不行啊！不是我已经可以认证那个东西是谁了。那个东西。来，职业都有两个，职业都有两个。对啊，我们能肯定，我们能肯定，加油两票，我们能肯定啊、好，走吧。打不到，赶快跑、哦、加油，打，走，难受，完了，关灯，又关灯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等下，他还没清嗓啦。啊、你还在选歌？我怎么都没有歌？我跟他说我要唱什么，唱什么？你还在点歌？还在点歌就被砍了。不想到啊！他刚拿着技能背对那个面对着狼的一个啊！笑死了！哎，不是现在四个村庄跟我一个人这样子对吗？哎呀！你来，我去弄那个刀子，又来，干老师的你还挂着鼻涕尿尿？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闭干。阿弟，我跟阿弟互相票。他从厕所出来，他从女厕出来，他自己从女厕出来。他上去了吗？阿弟从女厕出来。迪叔，那个波波也是坏人，波波也是坏人。我是好的。我好。迪叔，你可以直接票波波。看错了啦。啊！我不知道票谁、欸。你说那个哈基是人鱼啊？啊，我票他，所以我一定狼啊！完了完了！波波在追我，波波自己炸西施、啊。没有，那、啊、我也是狼啊！你才是炸西施吧？你有问题吧？你说你过来！哎呦，好奇怪哦，我整个不知道呢。嗯。哇哇！我的天，哈基，拜托哈基，靠你了，哈基加油！听哈基唱歌了 ，Lady Go，Lady Go，Do you wanna be the snowman？No，No，他只有十秒而已，哈基，保护你，哈基，
保护我。你怎么保护他、啊？你怎么保护他、啊？你怎么保护他、啊？我用假的斧头片他。假的斧头片他，你会打死白痴、啊。假的斧头。你这白痴！怎么有人直接跑去？我真的是，你是蠢炸鸡师吧？你是蠢的。不服！笑死哦！你怎么跑得这么慢？听歌听到腿瘸了。哎，他那个人鱼的效果会持续多久啊，队长？整个晚上啊，一直都在。发挥你跑步的实力！啊，可是我不见走，今天完了，完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卡住了，今天有命的时间呢？今天有命啊，有命啦！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是啊，因为开场不是说可以验证那个东西吗？因为就两个诈欺师躲在上面，然后吓到我跟小雨，对，把我们两个吓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跳下去，后面走一只狼，啊，就来不及了。后面走一只狼，所以那时候我跟波波就直接去问酱说：“哎、欸，酱你是什么职业？”然后酱说：“我不能说啊。”好，他们就知道我的职业了。就是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。好笑。哦，跟我想的剧本不一样。所以那时候就知道他们两个就是诈欺师了。而且第一天迪叔我有拉你啊。哦，那是你哦。对啊，你对方方会有血。哦，谁赢？人类。Yeah! 我选了。我的。阿基的运气太强了吧！阿基好厉害哦。迪叔，我们是倒霉鬼。果然是我上的歌，你太厉害了。三分之一中，二分之一也中，这是运气游戏。好，好人终于，好人终于获胜了。哥的火力，不是用猎人的锅。哥的力量不错，猎人。所以繁星跟小雨，哎、欸，你们都是刚好是女巫哎、欸。我想说，我们都可以扔死人的，就看到那边就是。哎，看到谁就丢谁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被吓到了，因为晚上啊，晚上没办法、啊。你没有看到我们两个都没动吗？没有。欸、我们两个要汇合的时候，那你们两个突然在旁边穿装，超恐怖。是，然后我看到有猫狼要来了。哎，不是。啊，先看到有穿衣服，先往下跳嘛。啊，往下跳，看到后面有狼，我就很绝望啊。对，我要丢一丢就没救了。哎呀，我想说你们上面二分之一应该有个几率是鱼人吧？在那边唱歌的话，狼都跳不过去了、啊。结果两个到七十，都是可以分装。好了，我这心脏不好啊，这游戏太恐怖了。换回正常，换回正常啊！太白痴！哎、欸、，CP 用两对吗？好像不行。你说会不会三角关系吗？三角关系。就 A 选 B， C 也选 B、哎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只有这一个。作者可以考虑、哦。作者。没有，这太乱伦。乱伦？什么乱伦？你讲什么？乱伦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哎、欸。展现歌喉的时刻到了，大家。哦，等一下。五人鱼，一个村民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可以合唱团，一有人来了。对，但是这个你要知道，合唱团之中有人是音痴。哇！你说像上次吗？有蠢蛋哦，尤其是人鱼的歌声，你必须唱了才知道自己是真的还是假。啊、真的。所以你一唱发现自己是假，就直接可以被刀走哦。好尴尬哦。所以最好第二天再来。这就是一个赌博啦。赌博游戏。那我们来合体。我想当村民。啊对，还有一个村民，好吧，避免太多，就是唯一一个不管怎样都是蠢的，就是村民。悲伤村民，走起！哎呦，我是村民耶！我也是村民，村民都还想是不是？那个哈基迪叔都票了。团长阿妹，团长阿妹 ，Lady Go，Lady Go。我等下直接票他，我直接票他。票票票！高雄餐饮，高雄餐饮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坏人！我要拿镰刀，我要不小心拿镰刀。对啊，不然滚镰刀。你在干嘛啦？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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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哦！好的合唱团呢？高雄蔡依林，好了，高雄蔡依林。繁星在哪里？合唱团最该保护的应该是他。多好了，多好了，多好了！你又要跳去那个点？当然啊，下去！你跳出来，你跳出来了。那个哈团走一起，哈团走一起。蔡依林相信你吗？啊，你不行。我知道。哦，你是真的呢，我看到真的很音抖成那个样子，对啊，也太抖了吧，好难听哦，好难听哦，好凶哦，很凶哎、欸，内心好难听哦，哦，天哪，啊，阿妹，不要过来，妹。没没什么是什么歌？没什么，没有，没有歌，没有歌。哎，不要啦！想对村民干什么？没有，谁对你做坏事？我不知道。可怜的村民。刚追哈基追了半段，看我在怀疑是不是你。谁谁谁可以讲？我不知道啊，刚刚有人在追哈基。刚刚有一个那个团团在我后面追，最后突然在转头的时候，他已经穿装了。没有啦，怪怪的。没有。他在屋顶上。谁？团团是哈基，看错。对，我在屋顶上啦。看错人了。你可以哦。为什么团团的笑容？我觉得团团就是了，他就是笑的。哎呦，我就说没有了，就是他的。小龙逐渐母汤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连村民都怕、啊？刚刚看到巧克力羊怪怪的，想要挥哈记哦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是不是在做？哎呦。你是没看到？你刚刚跟在他后面跳，然后这边挥一下、欸，哎，我完全跳旁边呢、欸，哇、欸！哪有？你是没跳成功，你才跑走的。我觉得小雨在栽赃，我等一下可以唱啊。好，你唱啊。我干嘛现在唱？反正又不在我旁边，你 是想骗我唱歌？唱啊！加油，唱歌！他唱歌随便唱啊，呕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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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，把他打下去，加油。结果你很棒，好、啊、还是你唱歌总是、欸、可以。What the fuck？ 你看，啊、小雨啊，怎样？我怎样？阿弟抓你了？阿弟是他吗？你给我过来！这个是谁啊？怎么这么蠢呢、啊？你给我过来！我来！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被传走了。过来！怎样？啊，我那我是蠢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按。所以蠢狼是召唤人过去啊、哦？哦，蠢狼王的话是召唤人。哦，那你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巧克力啦！团团，我不要小雨了。哎呀，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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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。哎呦！哦呦，小雨哦，飘到了，我只能飘到船头一下了。啊、没事啦，反正反正，哎呀，反正哎，反正可以，你跑掉，你跑掉。哎呦喂呀！你是不是不想吃？注定的狼，那个小雨在在森林里，小雨在森林里。哎哎，提速，提速，你不是飞人，提速。哇！没关系，三票二分之一，三对三，三对三，唱歌没关系。我是蠢的，我没有办法唱歌了。集合，我可以拉人来砍哦。哦，你在另一边，你在另一边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另一边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了，为什么我上一场会轮啊？你现在不狼王，我先发光，我先发光。哎、欸，我是蠢的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寄过来，还是可以寄过来。那个啊，小雨也是蠢的、啊，小雨没用啊。我可以假唱。对，赶紧唱，快唱，快唱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唱歌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假唱啊，假唱。
我想上怎样？对啊，我就打上怎样？怎样？哇！看来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呢。不行，有这个针，你，迪叔，你打我，你从背后打我，我就没速度了。救命啊！打我，再用力一点。跑迪叔快跑！迪叔快跑！迪叔，你可以的，你跑起来！你在哪里？我在桥，要前往桥。桥，你跑，你跑，桥，过桥啦！过桥喽！过桥了，阿妈要过桥了。在游泳，我没有可以用的。游泳好慢哦。我在你的右边。你继续游，你一直游就对了，你一直游就对了。游泳好像游不到哎。哎、欸，你去飘哦！没，对不起，我是死人，我加速的他飘不到我，我是死人，有啦！哎，迪叔死了，你在哪啊？我去躲起来，我去躲起来。你们两个不要再汇合了。你知道那个蠢人鱼的那个唱歌，他会加速哇！哦，很难刀啊！怎么办？你没事没事，你等下留着唱就好了。要唱，你别再唱了，你别再唱了。没有啊，酱油都没唱歌啊。对啊，酱油要唱，你要唱歌才可以用，你要准备了，要准备了，唱歌才可以用哦。你的歌嘞，你的歌嘞，你的歌嘞。你的歌嘞？没听过吗？没有沉默之歌，没有沉默之歌啦。先走，先走。要白天了，要白天。哦，看不到人。好希望听到酱油唱歌哦，真的。对啊，他私下都会唱。酱油好不想唱歌哦。他私下都会唱，我不要理你哦。我们当分之一啦。你又没有唱歌，我干嘛当分之一？皮皮卡皮皮啦啦，来吧，我们二分之一。哎，可恶！来唱好。你说你还追得到我的加速不够快啊？我以为他皮不到哎。我呢？我还扭过第一刀。可恶！互相 PK 好了。我根本用只用拳头打死他。太凶了吧！我都可以扭过第一刀，你跟我打拳头打爆你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！我都还有五秒哦。你不要连挥啦，白痴！连挥没伤害。你是不是快没血了？对、欸，我还有半条呢。太过分了！我那水鸟都死。对啊，妹妹，我还说没有啊。蠢的，蠢村民。我差点敢抛全部人啊！天啊！哦，蔡依林让太伤心了。我的天、啊，怎么队友蠢成这样？蠢爆、欸！但是那个蠢狼也是可以骗那个人鱼的探戈、哦。对啊，可以。对，刚好那个皮叔就把那个波波给唱走了，然后波波在下面，我就把他刀了。好生气哦！然后那个小燕又在准备他的歌喉，还没歌单还没翻好，明明就在转角那个挥空的挥刀的距离也太长了吧，看到就按了啊，我就比较长啊，我是第一次当人鱼耶，我放了以后根本不记得要唱歌，我们刚刚一直提醒你啊，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当珍珠美人鱼。现在都有很有机会，有准备你的歌单，怪不得你说珍珠黑尾鱼，黑尾鱼，珍珠黑鱿鱼，那就再来喽，好，走起，哦，珍珠黑尾鱼，珍珠黑尾鱼，我是村民，请求组队，没有消息在骗人，救命，好，那波波一次啦，波波，好，
对，我要票，我要票，我要，我就说我是村民了，你还要在那边？我们原本是第一天不能票人，但是 Bobo 说可以票他，我们就只好票。啊，哦、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。对，对啊，真的有。我们能够达成他的心愿，我觉得也是不错啦。不错、哦，嗨，请求组队， 请求组队，票他，票他，请求支援。我刚刚是要跳下去打那个哈记，我还想说我跳的位置真好。我就看到了哦，没挥到那一下，没挥到，真是。我看你挥空啊，想说这个人呢，奇怪哦，肇事逃逸。因为我没有安全，我就是挥一下就别走。我试一试，我小雨大好，小雨大好，哈记大坏，拍狼，敌出敌出怪怪的，敌出怪怪的，是我家，我的，我就怪，好，我的，你在吃东西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太多狼了吧！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笨蛋！救命、啊！猪油哥，那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死了？我连我自己真还是假都不知道。啊！我是蠢的，哎，完了，我是蠢的。等一下，啊，我是假的，刚蠢的，然后有蠢的。他自己死之前在讲猪油骨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是蠢的。有时候不是唱歌吗？不是啊，我要先辨别自己是真还是假。哎，H 真的死光了。阿弟，你是蠢的，好哥，但我是蠢的，我上个月也是蠢的，有啊，我看到你是蠢的，一堆蠢的，两个蠢的配一个村民，三个都很蠢，你们自己加油了。我想说，我唱歌了，我死掉了，就是另外三个了。绿色头发是谁？波波啊，是我，波波啊。我们下去找他吧。好、哦，哎呀，波波真的，那是好人吗？我在请支援收银，我在请支援收银。他不是好人、欸啊不啊，不是要来找我吗？啊，不是要来找我吗？哎呀，我知道波波在哪里。也不是好人，我是啊。哎、啊欸，同学，一票同学，反团一票，打敌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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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酱油一票，有有。哎，走喽！走喽！走喽！先出麦。小 A 哥，你想好啊？那个，哈？那个真狼人，真狼人过来，我可以拉人。嗨！真狼人过来，你要唱啊！真的，你要唱啊！我唱，我唱了。嗨什么？嗨嗨！来来来，我拉一个，我拉一个哦，你砍哦，会还是一道光，对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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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是真人，你唱歌自己也会眼前黑。对啊，我刚刚好像直接，你很亮的，你没看到那道光吧？还是一道光？还是一道光？没看到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看到光，没看到那道光，关灯喽，关灯喽，没看到那道光，是晚上哦，没有，笑死，今天乌云哦，没有月光。对啊，我看到他建房子了。谁谁谁，我要去打伯伯。哦、所以爱是会消失的，对吗？伯伯嘞？现在二对二。波波呢？我在请支援收银，我在请支援收银，又请支援收银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看到上来啊。繁星是我们的还是对面的？我好人呐、啊！我不相信他。你给我过来！是没被谁过，你给我过来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相信你，对不起。波波在哪呀？没看到波波哎。支援收银真的，我在支援收银，我在当柜台。我是靠近你就怀疑我，你走开。我卖身不卖艺。那我站桥上。波波你在哪啦？我在那个、啊。你在哪？在宾馆，在宾馆。啊？宾馆。宾馆，
奇怪的歌，这不是歌吗？啊，我很蠢，啊，救命啊！太快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回超慢，超蠢。啊！你怎么又走过来？为什么？包包那个，哎、欸，包包，你等下拉啦，你在干嘛？阿豆，你不能拉哈。我没拉了，我不是。你刚刚上一天不就是二对二吗？躲起来，躲起来，我要去躲起来，躲起来。走走走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不能跟你们多说。我觉得小叶应该看得出来了吧？白痴！你给我过来！你才给我过来！上一天他们不就两狼在追人？那你跟酱油是好，那另外两个不就？脑袋还整个顿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跟过来，他们是蚵仔煎。哎呀，酱油！啊啊啊、小A，你身上有一票。我打到了，我突破打到了。啊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！哇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很猛啊！但是，哎呀，我刚刚把酱，我刚刚把酱欧死，可以啊？你把酱，我把酱，你把酱，你不要骗人呐！你不可以打他。没有，谁要票人呢、啊？我们赤手空拳的打大的是男人，小朋友才票人，大人不打。斗殴啊！还是说不来玩暴上次的？小朋友打这样，这样子不理他们，直接直接打。好了，别吵了。然后要打就要打拳，都打波波就好了，别吵了。不用拳家打吧。好呀，带走我的医院。孩子们，真听话。我帮你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小心！我刚刚唱了这个，我刚刚唱了。我还没有丢，我还没有丢，你过来你就完蛋了。我笑死！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哎，那个谁，哈，那个哥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叫拿哥粉过来嘛？哎、欸，等下那个谁，那个帮我查一下。救命啊！等下，等下，你一直跑，他是追不到你，你一直跑，他是追不到的啦、啊。你给我过来呀、啊！你没跑起来啊！你只要跑起来，那个他追不到。又要拼了吗？哎、来，我们二分之一啊！不要走，我们二分之一。我好、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好了，现在是大人的大人的时间了。我要把几率变到100了、哦。不要了。那个酱油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上一场就输给我啊。啊，你有道理，那我还是跑好了。虽然我跟你是一对啊，但我相信吧，反正运气比你好啊。哎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酱油，你要小心。我锤死过来了。我很厉害的。他打人有点痛，为什么？北北都是拳头，他拳头很厉害。他跳着打你。跳打都比较痛。小猫咪，不要走。你要打猫咪吗？养猫吗？你打猫会有报应哦。会很惨，会危险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有本事伤害哦。你要怎样？我们是文明人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就是凶啊！刚不是大人就要打架吗？输了！哎，输真的是蠢的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我是聪明的，蠢的。可是我刚刚唱另一个狼人过来砍呢、欸，来不及吗？还是一刀放？没唱到，还有啊，唱不够大声。唱不够大声，还在质疑。不够大声啊！我们该等下一晚看你有没有狼王的。等下就记得了。我有两个蠢人，刚把蠢人拉去给他团收。不是，他既是我砍的，砍他是猪妖怪。他是猪妖怪的。真人鱼唱歌自己也会自盲吗？对不对？会会会。因为我刚刚唱，我没有自盲哎、欸。好、啊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就看到另一个狼过来砍我。是 OP 白吗？对，霸主。所以我是外表看是聪明的，内在却是蠢的。嗯，对。哦。真人鱼是不是也会自己缓速、啊？会会会，所以你只要逃走。但你也有抗性。哎、他那个缓速会缓多久啊？对啊，好久，缓到晚上结束。对啊，缓到晚上结束。啊，这样又没唱歌。对啊，有啊，我有唱歌，你没有？用技能不是唱歌啊？
好好唱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要去翻一下歌本了。不要去翻，还没有别的可以唱。你说圈圈圆圆圈圈吗？歌本拿起来，歌本拿起来。哼哼哼，改成 O two O two O two。问号。O two O two。很难，很多。刚刚那个唱歌就是。迪叔，迪叔，我随时准备好了。迪叔，啊。我也准备好了。可是我不能唱哎。欢迎你 Q 我。你不能唱。对啊。你是村民。对啊。我们来保护你啊！打我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听有没有第二个村民？我可以保护你，真的。村民报名班？真的吗？对，但是这里有点多人。我可以保护你。团班也在我们这。团班也在我们这。我敢想要挑战我们？社交距离，社交距离，距离。我真的可以保护你啦，真的啦。社交距离，社交距离，社交距离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啊！我掉下去了。完了，完了。李叔小心！啊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！哎呦，我相信你哦，我相信你哦！好 ，Oh no! Oh no! Oh no! 上面谁 ？Oh no！ 波波 ！Oh no！ 我真的不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啊！我不能，为什么？哦，娜娜，哦，娜娜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想呕吐，娜娜娜娜。哎，我有种感觉，我要娜娜娜娜。我们的库存的歌都很多呢。我想了一秒，不要砍我，不要砍我。跑不动，我想了很久。救我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耶！啊啊！就派，我们就派。啊啊！你在派什么？在想一直靠我屁股的谁？哦，好凶！你有看到是什么吗？啊？哦，可能是娜娜木兰。对，我在娜娜木兰。我是真的不知道哎。但哈基那时候在上面，所以哈基应该也是好。对呀。可是哈基刚刚没有唱，那就小 M 也是好的，小 M 是好的，小 M 被刀掉刚刚死了，你在干嘛？好了，你是你哦，好好好，我们太真的了，哈哈，也好，对，好像那歌完美。哎，如果是假的要唱歌吗？要啊，要多唱，唱啊，你可以唱啊，很棒啊，还是可以唱，蠢的也要唱，是不是？就已经很可怜了，已经假死了，你就不要按技能啊。技能可以加速。哦哦，团爆团没抓到人。我觉得哈基不一定哦。我也觉得难说。但是他第四天的狼好像有看到狼跳下去。他第四看一下，多一个人。团团，你小心哦，这里多一个人。没有没有，我是那个。嗯。好可怕！哈基唱啊，哈基你唱啊。你又没歌追来，我不要唱。唱啊！我们都是现任呕吐美人鱼大使。呕吐美人鱼大使，你要加入我们，就要跟着唱。要跟着呕吐。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假的。我让我想一下歌词啊。好。好啊！哇，完蛋了，开不了演唱会了。哦啦哩呀哦！哒啦啦啦，这里有人。啊！海两个，我要走了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海两只啊！我的天哦！掉下去！掉下去！嗯嗯嗯！啊！快啊！是谁？下面有一只，下面有一只。哎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是繁星，繁星是狼。哦，好，我不相信。不是我酱油，酱油是狼，酱油是狼。为啥呀？可以，因为那边刚刚是一个狼啊。可是我一直都在这儿啊！没有你前，你现在才爬上来的。刚刚有人跳下去，我是刚刚跳下去又上来啊！谁有看过你？你都一直觉得我怪怪的。繁星被票了，繁星在哪里？繁星刚在宾馆上。哦，宾馆。我不敢确定这样哦。你觉得他现在没有要来弄你，应该不是啊。可是小雨，我觉得是不是？繁星在屋顶哦，繁星在屋顶哦。迪叔，
我贴好啊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打小雨，打小雨，打小雨。他动了，他动刀了，他动刀了。好，我打到繁星，我打到繁星了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。可以，你没事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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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好好。啊，小雨，我来唱歌了，小雨。你不要唱啊。小雨是蠢的，小雨是蠢的啊。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还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用那个发光，如果只有你自己发光，你就代表你是蠢的。谁、哦、在那边啊？好了，这是谁啊？嗯，是你躲在那边。你是我的白小鸭小苹果，你干嘛对我唱啦、啊？王哥，好气，好气！我试试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嘛？哦啦啦呜啦啦，嘿！我现在还不想死，啦啦呜啦啦，你给我下去。欸、好了，我觉得酱油真的没有看到酱油，看这个笑声。你看，我刚刚看那个位置就对了。哇，抓抓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抓抓，唱一下。预感台，没了。哦，被切割了，完了。啊，切割了，在哪里有看到吗？小雨嘞，小雨，小雨，不知道。酱油，酱油在下面，酱油在下面，他想过，他想过河。这对对对，看到看到，团到后面。嗯，我飘到了。等下这里这里这里，乱了，我飘到酱油了。打我，打我，有力，所以。啊，没事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合唱团走了。好，合唱团，来来来，合唱团我也要一起啦，合唱团。有有有有有，来来来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要多学习怎么唱啊。合唱团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波波两票，我三票，我没了，加油啊！谁叫你刚刚在屋顶打架不帮忙打，在旁边看？走啊！不是，我刚刚有一不知所措，不知道从哪走。哎，准备唱歌了，准备唱歌喽，要准备唱歌喽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谁是谁是来的？我出你，你出。B O B。今天胖胖。如果四处呕吐是你的愿望。B O B。你好像蠢的哎。开路。B O B。哦对。对。我死了，我唱得太开心。不是他跑到狼面前，日啊就死了。哎呀！你们唱太开心了啦，你们唱失恋的人呢？对，满十八的那个过十二，你还在唱 KTV 啊呀？唱过头了。哎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他在挑衅我？哇！聪明的还可以死这么惨！救命！看来我们是本性都蠢了。哎呦！阿纪，快来！啊！哎呀！没关系，我刚只有在砍三个，我觉得可以了。你明白唱了，还敢挑衅人家？明白唱三首，还砍到三个人。哇，好强、啊！知道没钱嘞，我没钱了，不，好再吃啊，没了，26块。好累哦，烂游戏。没关系，我们唱的开心。我永远都是那个 KTV 被切割的那个，唱了一半啊，我不小心切到了，呜呜，被卡歌，对，哎、欸，全都是聪明的、欸，哦，好难砍呐、哦，很难砍呢、欸，太可了，臭酱油还骗我一天，我怎么是那种人，为人善良正直，我就看一匹狼走过去，然后白天就看到是你来那边拐骗，善良正直可爱，太会了。哦，好难玩哦！比你的主题曲好多、哦，好难玩。做妹妹背着，是最大赢家。最大，最大，把自己给唱死了，根本就不会再吐。不是啊，以为啊，你就村民跑到那边唱出跟你白痴哦。我就唱得太开心了，在我旁边一直跳来跳去啊。
然后是不是你旁边没半只人鱼了？来啦，那我们该各职业，各一个，各职业。三四五六，感谢小奈布超级留言啊，还有也有怨灵呢，很小，没有扯淡哦，娇笑吗？对，感谢小小的超级留言，开开开开，哇，秋比特来了，哇天哪，这个哎没有没有丘比特，这样大家不会死这么多，对，但是有白狼，有雪狼，有魔狼，有梦狼，所以狼亲很多，有抖 N， 有抖 S， 但没有警长。所以好，所以不会用警长来判断人。好，有怨灵，有怨灵，怨灵出来了，怨灵终于出来了，职业都全开了。我最讨厌怨灵啦，比较讨厌。那你就要小心预言家查理。哦哇！我听到哇一声了，小燕有点问题。没事。哇，小燕平常不会这样子哦，好人的话。嗨，小雨。嗨。怎么在这里？小燕是不会玩怨灵，怨灵的话就是晚上都会隐形啊。不会啊，我会玩怨灵啊，我上次玩怨灵就被繁星暴力打死。对，暴力操作法。所以这次你会玩你这次怨灵吗？但是我不是怨灵啊。钓鱼耶。那感觉很怨灵啊。来啊，查我啊。公杀！你以为你这样说就不会查了吗？来呀、啊，查我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查爆他！来呀、啊！你总查我，浪费一个机会查我。你是好人就不会这样讲啊！你一定很坏、啊。好，好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查我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晚上呢？ Oh.预言家的传言都可以直接讲，没关系。哦，小恩，干嘛？哦，我怎么这么恩？小恩好人啦、啊，我是好人是不是？对对，对你骗了我一张。帮打他，我帮打他，我帮打他，帮我就说我是好人哈，浪费机会查我。我不查你的话，等下巧克力杀了你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一定票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河道旁那个吗？对啊，靠！走！啊！死了！你死了！这个是谁？哎，死了！对，我是，我不告诉你们。小雨好像是怨灵哦。你已经死了，你也不能说了。我不是啊。查我啊！就不是我。哎、欸，那个女人下面这边有两只狼哦。我觉得可以查小雨。嗯。查我啊！查我、啊。每个人都这样讲，不是啊，查我就浪费一天哦。哦吼，哦你哦，你哦，你哦，说不定不会浪费啊。好，那查，查，好啊，查，查，查，你就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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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次不查？肯定查，查，查，查。团团，巧克力，团团可以。巧克力，你刚刚在我旁边，你是狼吧？我刚刚都没有在你旁边、哦，那不然你是谁？为什么你过来？不然你是谁？不然你是谁？不然你是谁？你说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灵忍者，他是忍者吗？各位有没有人是忍者的、啊？我觉得酱油很安静呢、欸。酱油在追我，酱油很奇怪、欸。啊，那不是，可能不是要追？哎、欸。啊！就已经没有人跟我悍跳了，你是干嘛跳啊？就除非小奈，小奈很明显就不是啊。啊啊！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，金叔？刚刚打团团团不是说追那个巧克力吗？你为什么打我？我不能说话，我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。所以这样，你骗迪叔还是怎样？小雨是好人。刚没有，刚刚就输了吧。哦，刚刚迪叔骗我，我就骗回去。我蹲不了啦，头上被顶。酱油是月饼啊。好，不是啊，你是啦，我觉得你怪怪的哦，这样哦。你们白天如果不知道票谁的话，可以票我，可以票我。好，谁要你？哎，可以票他了啊，他不是被查出来了？对啊，可以票我了。干嘛啦？巧克力不要了，很痒了，巧克力。我干我意思啊？不是，你真的超安静，追的时候都会这样子。好了，抓到了。你家我在角落，我根本什么事情都没动，就要被你说、哦。真的吗？我等下查你，好不好？还你个清白。
啊，不行，我要擦酱油。你觉得小 N 会是忍者吗？不是啊，小 N 我觉得你是狼王，查到小 N 他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，不能说啊。他搞不好狼王查到小 N 是忍者，把他调他身份有没有？当他好就是那个几率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有机会啦。哎、欸、呀，不然你是谁啊？我很好奇。我是台南阿妹，而且我觉得是酱油，酱油他刚刚莫名的把迪叔酱油是那个啊，怨灵啊，他先跳我，你们有没有理呀、啊？是迪叔先跳酱油的、啊，你刚刚那为什么不解释？我有呀，他刚刚有讲，刚刚有讲，你在听，你是不是狼？我就一直在问你，你就没在回你才奇怪、啊。而且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那个怨灵。等一下，那个我觉得预言家可以先查他了。我死掉酱油，我死掉的他酱油，谢谢大家。怨灵啊！哎呀，巧克力是狼人呢！哎呀，哎呀！查酱油消失了。我知道，所以刚刚都不是我打你的，我在打酱油。酱油，快点查酱油，酱油是不是怨灵、啊？那时候我就不讲话，我就很气，因为我每次都一直打到那个臭间谍，不是没有把我留到那个、啊，我可以帮你们票狼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你们在查我吗？那个臭怨灵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刚才帮你吸收火力，刚刚两只狼在打我，把我堵在那里。不就是团团小雨跟一直用的这个怨灵，真的很烦。你不要走啊，跟狼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跟狼 PK 了，没关系哦。哇塞，可以啊！我追着狼哎、欸！哦，巧克力在哪？巧克力，怎么办？小雨跟团团都是狼哎、欸，他在桥那边，他在桥，桥。他在桥待机，不要走、啊！你这个怨灵好烦哦、喔！酱、欸、油你不能吃哦、喔，小雨走就没用了。小雨，啊？你是什么职业？他雪狼啦！啊？谁？是啦！那不然小雨是什么嘛？你说，我是你就雪狼啦、啊！我是偷懒，哎，我是好人，我真的都没有砍到人。我从开始看你，我是好人啦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不是，你怎么票他？我赢票了、欸。你怎么票？哇塞，你被票了！哦哟，快去票别人！哎、啊、哎、欸，不要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哎、欸，留给小人。哎、欸，那个酱油不要那么Bobo是那个抖音。哦哟，不要，不要他了。喂、哎，啊。好啦，酱油超度你喽！别啦，超度酱油！我好讨厌，我真的讨厌怨灵，不是每次都死啊！气死！这巧克力啦，不然就哈基。你们这些狼人为什么不给一百天斯砍呢？你要去打吗？白天吧，嗯，不要啦，晚上啦。我觉得晚上夜黑风高。那我们再等下一网再查你一次好不好？好。你也可以再查查我，蹲很久是不是？对啊，好玩。而且这场没有猎人啊，猎人没用技能不是吗？哎，对耶，猎人可能是小 N 啊，因为其实那个啊没有忍者啊。哦，忍者是零啊。好，没有人特别卡住了。我就想说，哎，应该不会有人记得，没平常没在那个。那个我跟你讲，下次谁先喊忍者就先票他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不管了。忍者爆赢班，可以的。有没有跳过今晚的可怕的地方？这边到底是怎么过去的啦？你说哈基那边吗？繁星那里要爬、啊，就是从女生哈基那边，其实也就是跳，对啊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换位置啊！嗯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把酱油留缓一点。哈基拉我这样子，啊、就叫你们先不要超度我呗。是吧？不超度你的话，对，不行了，我还真没有啊，可以拉。诶、欸，等晚上啊。诶，我就是第二页哦，从这里跳过去的，对吧？对，那边我来接住你，我接住你了。
对，你是冤家。哈记也不是狼人。我要一打二。我要唱歌喽。你唱完了吗？你怎么跑掉了？因为你不跑掉，我会没勾勾带。那自己那里怎么去的？他是要从另一个地方过去。袖带，袖带，笑鼠，笑鼠，笑鼠，臭帽子，很累啊。臭帽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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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一天，好讨厌，噪音了，我天哪！他接下来，他接下来，他接。救命啊！好绝爆音，真的真爆了吗？这一刻啊，都爆音了！救命！我的天哪！什么奇怪的场？疯了！完了，他又跑了啊！你从这边跳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吧，好吧。我的耳朵，我想说哇，这个秒刀我一定可以，真的是他心一跳嘞，真的，所有人都心一跳，吓死了，戴着耳机大到死了，哎呦呀！耳朵 Q Q， 哎哎哦，你那边可以跳哦，更厉害，那边感觉更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！躲猫猫，哎，我查，我再查一下哦，小 M， 我又在查我了，我死了，在验尸体，在验尸，哇，你们注意人一户哎，好强哦。你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看不到他。哎，那你其实这边很强哎，他跳过来就也跳不起来。对啊，要多久啊？哎，不是，在你旁边呢。哎。哦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谢谢你，要没隐形的才结束，来啦，我觉得够久了，我们一起吧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我要等你结束啊，你当一个斧头挥下，我还是很怕，二分之一，哇。是猎人，猎人的互打哇！那第三只是什么？是谁啊？这刚打一下还没，还对啊！我以为结束了，我有死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应该多等几下。就等到他没隐形了，就对。刘总是下面那个死掉了。第三只狼是谁？我记错了，我是白狼加梦狼，我记得我是雪狼。我想说你查我啊，没查，那你查？哎，对，查小雨啊，对，主要是查小雨。你那时候查我是狼，我想说，哎，对我不是雪狼。那你们第三只是谁？我是忍者，一定可以藏到最低。你们第三只是谁？第三只忘记了是谁。我你说啊，你刚刚为什么票酱油吗？因为头头在我后面敲我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又说票酱油，我想说哦，好哎，票哎。哎，我是有贡献的吧？二分之一是谁？最后是谁？哇！白狼独赢啊！哇塞，运气也太好了！即便被那个超越灵整了老半天，你知道我第一天我就追着酱油的脚步到那摩天轮上面，然后砍他怨灵，我直接哭。你知道那时候两个人在砍我，对，然后第二天你们那时候怀疑我，我就躲掉了，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个人，然后过去追，然后砍他，左右死酱酱油你好棒哦，第三天还要被他追着跑，真的，你被我追着打，酱油你好棒哦，酱油你是讨厌灵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不给力？为什么不把预言家杀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预言家要留到最后啊！谁让你一直在那边弄我，那边弄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是白星，你就舍不得吧？你就舍不得吧？那你为什么不给力不来打我？哎、欸，你白天可以票我啊，你为什么那么不给力？
你说啊。来吧来吧，好，各种职业嗨翻天。没有你假。我不是人鱼的，不是人，不是人，没你假。那个孩子真的是血藏人鱼耶。请教啊我。我想说，你光躲在这啊？我是猎人，感觉就是随便的职业，一定没事。随便的人鱼嘛，随便的职业啊，想说应该别的。好啦，我是忍者啦，有没有？又开始就想着忍者帮你搬起来。很你刚刚小恩真的是猎人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我就说不要插我。啊，不是啊，小雨说不要插他，还好有插，谁知道他是雪狼啊？那这样可以插那个啊，低速对不对？就是。我可以，你不用浪费查我，我等一下就唱歌给你们听。你是不是在吃东西？你语气怪怪的。好啊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哇，你这跟酱油说没有的时候很像。哎、啊欸，我要收钱哦！给你欠我很多钱哦。我死掉就串团。海苔。我死掉就串团。呆呆。呆呆。哇。我们欠最多应该是 BOBO， 因为我们都唱他的主题曲。快呕吐包。哈姆太郎，哇哦！什么呕吐太郎？哇哦！哈姆太，哎，不要追我，这位同学。这位同学，啊！哇哦！我帮不先查其他人。哇哦！因为前段太多人查一下，前段太多人查一下。哇哦！那最该查的不查啊。我可以多等几天。那边有点。我救你，我救你！哦，哇，又到！哇，又到！我天，很棒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两个血。好了，拉一下。红才能这样的舞者哎。哎，你有看到对面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，我没看到的是谁。没有，那是我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！那被我玩坏掉了。什么东西？摩天轮吗？对，变坏掉了。哇，一直在弹是不是？那个坏掉了。我刚下车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卡到一下，然后就在那边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不是你卡的哦，他就卡住了。说说你身为乐民的感想。不要吵啊，鲁多，怎么不早点讲？啊，我晚上不能讲，安安静静、啊、在远方，结果就没了。还在倒水就死了。他进繁星，怎样？你好，你怎么了？酱油了？刚这边下面有两个，屁事啊！我准备好好的。你在干嘛？是个好人哎，你在干嘛？不要理我，在浮潜。我知道啊，我看 ID 上上下下的就不妙了。浮潜。那个屋顶上还有一个。哦，哎，繁星四郎哦。臭狗哎！我是好人哎、欸，我刚刚都没有欧北来，你是好教徒哎、欸！天，我没有整，我没有乱来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这是无敌三针线。哈哈路走左边。哎、欸，那个人是不是想要、啊？哎、欸，是不是想做坏坏的事？他，你要从上面跳过去，很遥远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的，你就让他当空中。我看他跳。啊，没关系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这里斜跳过去可以。他空中怪人，空中怪人。那 what do？ 有机会。哇，随时降落，他降落。好好好好好，拉一下啦。不愧是走 N 啊，都是走菜啊，好坏哦，吓死我了。好好玩哦！这是谁？好好玩，好好玩啊！是抖谁啦？繁星吧？谁啊？他刚走去哪了？不见了？在那个桥那边，桥那边。哦，好好。在那个女人那边。繁星，在女人这边。什么？我女人啊？在那个女人，在那个。我刚刚我跟你讲，他们不敢下来啊！他们下来都被咬死了，跟你讲了。啊，我们下来了，我们下来了，下来，我们就下来。啊！我就来，我就来，我就皮肤。我把他赶回去，我把他赶回去了，在桥。不是啊，我们跑过来到这里，然后，哎呦，我要腰酸。我吸西瓜，吸西瓜，吸西瓜，吸西瓜。
直线跑，直线跑，直线跑，直线跑！啊，我飘到，飘到！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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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飘到飘到！我要阻止你们上去，我要阻止他们上去！小爱，你想干嘛？阵营，小雨过来，小雨过来！阵营，快点，你们交给你们了，我把他们撇下来了，快点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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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对哦。我觉得很害怕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害怕。你是阿瓦鲁的我来，哎，我走喽，快我感觉好像我与世无争。哎、欸，酱油是狼啊，酱油是狼啊。没办法，就都在我们了，我们当然是狼啊。他们全都在那里啊。这个地方很 OP 啊。可以发给一只狼见识吗？可以拉过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狼人很无助啊。好，拉一个人过来啦。哎、欸，你不孤单啊？你不孤单啊？不是我那边比较安全呢、欸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趁这样，我跟小 M 而已。谢谢啊，对，就可以了。我们全部都站在这一排，都站在这，我们怎么办呢、啊？小 M， 来上去。在这里，哇！你们神风特工队啊！对，你们票我是不是团团死掉、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他票人。啊、你是个好抖 M， 我刚我刚站在屋顶上，想说是不是一坨人，我要整个药水直接投下去吗？我以为你要投哎、欸，一片吗？是的，全都是坏的阵营，怨灵两狼，还有这第三批狼，好人一个都没。对啊，超级好人队伍，这过去就被唱歌，还被无敌结束。而且这场我好忙哦，我要查两本书。我们这一场那个不可以跳屋檐，好不好？那种屋檐的都不能跳。好，好累哦，这场要装人类，又要装狼人。没个屁！就爬高哪里都还 OK， 但是那种要跑酷的屋檐就不行。好，再来。中小东路走九遍，一百遍，三百遍，大侠，那个还是坏掉了，还是坏了，应该没救了，再跳。完全就是我上一天，因为那时候我狼人在追那个酱油，然后飞起来的时候刚好被定，嗯，然后我在空中，空中怪人，然后我怎么进不去？哎呀，空中怪人，我死了就是团，我死了就是巧克力。还有繁星，可以嘛啦？我在前面来奇怪。对啊，我觉得还可以了，本来可以了。我打他去！你这个坏人，离开我们！你这个坏人，你们离开我们！你们离开我们！我要在这屋顶上。那等下就会死掉。我等下会死掉。哎，对，我也觉得我等下会死掉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这有人是狼哎、欸，我怎么办？你这边看起来很危险。那边怎么在笑？哎哎、欸欸，看阿纪，看阿纪，看阿纪，对面。是怎么了？在玩那边跳。你在玩那个是？在玩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被冲过来了。真的有狼，真的有狼、啊。那边有狼，那边有狼。咦耶耶！住住住！哦，那里好多人呢、哦。阿纪跟繁星，还有包包都是。哦哦哦！阿纪、繁星、包包。我打一个加油都是，加油都是。哦，好恐怖、哦。啊啦啦啦啦！救狼啊！救命啊！我是猎人，我没事了，我没办法。哇！你那边没办法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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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我把你们抓出来了。哎，中山东路走九遍。哎呀呀！他要找的是酒店，要去林森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吗？奥尼奥，奥尼奥，哎，你看啦，你看巧克力和哈基死掉了、啊，他们都是狼。是谁？谁是狼？谁？没有，小南跟巧克力死了。想想我的遗言。他说那个什么，他死就是团团有没有？那团团说死的也是他。真的、啊，他遗言是这个、啊。
我要通灵说，我还不止这样说。再对我说什么我不能讲。给我的信号。冤家呢？冤家死了吗？嗯，是不是还有怨还有怨灵呢？对耶，还有个怨灵。对耶，刚刚啊，迪叔是怨灵。好，迪叔，对不对？人鱼，我可以唱歌给你们听。人鱼是抖 M， 人鱼，人鱼是小 M。对，人鱼没有没有，我们是。你骗人。美人鱼，两人之间没有，只有一人组。我疯了。晚上了。嗯，粉丝会爬这边，那我下来。还好你没有挥下去，因为我在查烟。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，那个是假的。哒啦哒啦哒哒哒。怪兽还卡住啊！知道你是那个，我只能鱼。走开！我来。你走开！我过来。大家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，这是一棵榕树。你要唱、啊？桥边一棵榕树下。在一棵榕树下。哦，烦死你！我都已经那么明显了。我太明显了，我的天！都降了。我第一天就已经点三郎给你们听了，把他不要听到，我们再找迪叔就好了。迪叔下水道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下水道。好，我去了，我相信你。迪叔你在哪里？迪叔下水道的美人鱼。欸，那个很恶心欸，很恶心，很可怕。那什么水？那个是一个不能搜寻的图，就跟尖锐一样。真的、啊？他说十大不可搜寻的图啊。嗯。好。现在小 M 最投两票，我指定的啦。哎、欸，迪叔在外面。哎呦，哦，迪叔。不要这样啦，这位同学。你现在已经有优势了，你一白天票他马上跑。啊、嗯。你现在走吧，他根本没在听你讲话啦。你也跟着他屁股后面。你一直躲没有用啊，你要把他票才有。哦、你白天还是要想办法。可是晚上也不会死啊。嗯、对啊，所以你就拼二分之一啊。那个啊，无限循环。我要去女人那边比较有胜算。哈哈，那听到女人那边，但是又不去女人那边找你。女人，好近，你在哪里？咦，差点晶晶。咦，好了，来了。咦，不要再笑，算你没掉。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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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什么歌？后面。什么歌？你怎么追着狼人跑？他想撑到十点吧。他跑没有用啊！他跑没有用，你晚上也打不死他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谁会赢呢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你拳头大。看谁的拳头更大呢？我的小拳，哎呦，小拳拳，小拳，没的，小拳，没的，大小胸口。大人就打架，小朋友才投票。你后的拳头，拳头来了。臭白狼，谢谢臭白狼。I O P 啊！我臭毛出来了，我那时候就说了。有，我有听到你说。还有包包。
我们最后来一个超快速场，每天都会有人死。好，好，好，然后还有丘比特，最快了，死很快，死很快，很快，死超快。嗯，就是哦，通通去死吧。兄弟，每天都会有人死卡卡哦。我刚本来想说哈基在那个上面弹弹弹，怎么没有被定住？第一晚就会死哦，第一晚就会死哦。第一天那个过半也可以投，啊，只能投不能读哦。啊，你觉得你会成为那九分之一就投出去吗？完蛋了，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哎。请给我那神圣的一票吧。嗯，你是导演吗？哦，你是不是导演？你不是吧？哦，你不是，我不是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是猎人。啊、票小雨，帮我票我，因为我不想死。我不想死。什么？你不想死？干你屁事啊！我票的是小雨，你找我干嘛了？让你们两个去拼。我觉得波波怪怪，我很棒棒。那你没死嘛？对不对？活下来了。是你没死，超奇怪。我要躲波波。好，你躲。这场有蠢吗？没有吧，没有，没有蠢，其他都有。好，团团不是狼人。好，B O B O， 干什么？哦、我有无敌，你打不到我、啊。我是叶林，巧克力是狼人。你们等一下，下巧克力，我帮你找狼人。哇塞，找狼人，帮你找狼人。巧克力是狼人，叶林啊！啊，是谁？你谁？你谁？你谁？报上名来！我听说啊，你是狼人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听说也是狼人。哎呀，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！巧克力提出嘛，哎呀，预言家查了，预言家死了，我死掉了。啊、人家死了，就像我刚刚说过的话，团团死狼了，团团不死狼了，你说说吧，团团不死狼了，我知道，是啊，我是怨灵，我不是怨灵，你相信我，我刚刚找狼，找到狼了，我们去找巧克力，好好好好好，反正还是要帮你给票吧，嗯，可以晚一点再票我，可以晚一点再票我，你干嘛？票他啦，人鱼死了啦，没办法啦，嗯，该票的还是得票，而且怨灵不会是抖 M。有人在追我，屁股凉凉的。哇，小兄弟确实有人在追你。瞧，票那个波波把怨灵给偏票了。啊，票巧克力，票波波，相信我，票巧克力，他是狼，他是狼，票波波，票波波都对了，票到，票到。哇，怨灵抽怨灵，我把你抓凉狼嘞。那你是好人哈。哦，对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为你唱首歌。狼要开杀了，我来了。哦，你啊！啊吧吧吧吧吧吧吧！哎，你啊呀！我正要把他拉过来砍呢。凡凡，你是什么？人鱼啊！我要唱歌了啊！你没唱到啊？我不知道他跑那么快呀！到底？耶！速度，哎，这一场真的是任何的犹豫就没了，一下就没了。为什么我是好怨灵？哎，我刚刚想说，哎，他们好像在抓凡凡，我要赶快，刚好是狼王要拉一个人。哦，我是好怨灵。哎呦，我直接都怨家里面查到你，我就查出你是怨灵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呛了，我以为我看到那个什么波波是怨灵，我想说哦是怨人家查的是不是？嗯，然后还故意追。我第一晚查的是团团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他团团有魔咒啊！可惜了，哎、欸、那可惜啦，可惜啦，爸爸，爸爸。没有、啊，巧克力那边应该他自己知道啦，因为我们也快最后一场了、啊，他想说就算了这样子，对啊，
好了，这几天，哎呦，这几天这三天，总共三天不是72小时吗？啊，我总共睡了快50小时以上，对吧、啊？这几天一直在睡，那个这阵子太累了，所以全部睡完。然后老天的影片也都弄好了，所以就等他那边公开，然后到时候再分享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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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